来祷告。我们台湾，现在有点纷纷扰扰，对，无论是我们同系的议题，或者是空间处这块的议题，让我们基督徒很多人心都非常的痛。主啊，求你保守带领台湾走向你的旨意，求你的旨意掌权，求你掌权在我们台湾这片土地，让我们能够照着你的话语来行，也保守我们台湾的越来越和睦。主啊，我也把我们有福教会，我们的华语堂都摆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感谢我们的这些很美好的同工，也感谢今天卡桑牧师在我们当中会来为我们分享你的信息。主啊，求你圣灵充满这块这里，求你的话语扎住每一个人的心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被你的话语充满。主啊，求你的设立华堂在这里当中。主啊，我们祷告，你就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真的能够同心合一，谦谦卑卑的在你的面前。我们说，主啊，求你充满这里。主啊，谢谢你。我们现在用主祷的一起来献上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名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罪失败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谢谢你，神，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我们的圣经经简。今天的圣经呢是记在马太福音五章46到48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洗吗？47节，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48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好，下面我们请卡扎牧师来为我们讲道。他要讲的题目是爱神，爱人。